骗人的，我们都被婚姻打了一巴掌。在婚姻中很早就有男朋友了，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小孩，可能会改变很多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问题。其实我们都很 OK， 但是不 OK 的是我啊。那你会现在会想重新开始吗？会不会想？想，一定会想。我觉得如果我是女方哦，我听到他今天在节目里面这样讲，我心里面已经原谅他。我永远记得那句话，那你跟我在一起，你可以帮我什么？我就真的就去开始去找钱，赚到钱。你能够无业游民。可以这样讲，两位老师，我很少看过这种重症的。欢迎收看《小明星大跟班》。事情跟一首歌很有关系，什么歌？就是梁静茹非常非常有名的《可惜不是你》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这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代表 sad story 离婚哦，对，压力好大。感情的话，分手那很方便；离婚的话，有很多后续要处理。对，还要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：婚姻到最后只剩下两个字，哪两个字？数字。哎呦，干嘛讲得那么残忍呢？对，好悲伤哦。来来，一起来走过这一段的普林老师，还有廖慧英老师，这个是还关在监狱里的，是。那前面四个是逃狱成功。是，我是二度落网的。哎，真的。哎，这个说法还健在的婚姻。是啊，你知道第一次结婚呢，是因为失去判断力。第一次结婚没有判断。然后离婚的时候是因为失去耐力。哦。再婚的话，因为失去记忆力。哦。忘记发生什么事了。对。前面的痛已经忘记。对。爱情的快乐嘛。但是苦林老师，你觉得这一切都 OK 吗？现在是开心快乐的。现在是跟仙女过日子。快乐啊，快乐啊。等离得好。结得好。不能说离得好了。感谢你放手。感谢你放手。对对对，所以您刚刚讲唱什么歌？哎，可惜不是你。我讲的是还好不是你。还好不是你。对，没错没错，还好不是你。还好不是，还好不是。颗粒卡仔的意思。好，那今天咱们就这个敞开胸怀，好好聊一下。打开天窗吧。来来，欢迎四位嘉宾朋友。欢迎。维明哥是离了多久？对不对？我是资深资深，你等我是离婚界的学长，离了21年呐，21年。哇塞，相当的久哎！婚姻维持6年，然后离婚21年。我离婚了21年，对不对？嗯我离婚了16年还是17年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当初为什么离婚，因为他在婚姻中很早就有男朋友了。哎，后来才知道的，这样子。哇靠！哎，大哥大哥，你也一样是？哎，恭喜恭喜！你好，我是产物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产物。我是这么说，就这么坦然去面对老婆有第三者这个角度。你是十几年后才知道？对，我十几年后才知道。那你怎么确定呢？对，怎么知道的？怎么确定？是不是？因为在婚姻当中就有很多征兆，比如说比如我当时办了移民嘛，哦，然后后来这个离婚以后，我前妻就带着我儿子移民到加拿大，哦，他遗留下的东西我就要整理嘛，哦，我在整理的东西，整理很多东西就发现他有很多跟那个男的出游的照片。哎呦喂！然后这个男的我也认识，因为他当时就是同事嘛，然后他们也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，就是我前妻在要去日本工作，就今天去，明天回来，就待一个晚上而已。对，那晚上。那你当然是打电话给老婆，哎，明天我去接你什么？对，我老婆一听到我要接她，那个慌乱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，你不要来接我，不要来接我，不要，就是慌乱。所以我离婚了十几年以后，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，你是把以前的事情全部加在一起，哦 ，make sense， 原来他是有征兆，往前逆推就对了，对对。哇塞，天哪！哎，你这情何以堪？因为你不到第三者来哦，你说个性不合、价值观不合、谈不来，你都不肯放的了，一定要搞到第三者来才会死心。但是第三者不是婚姻破裂的原因，它是婚姻破裂的结果，导火线。如果你婚姻好好的，怎么可能有第三者插足的空间呢？就是你们两个自己本身就有问题了。没有哦，他最后一根稻草。陈慧敏他新婚之夜就知道有问题了，你问他，度完蜜月回来就知道有问题。就度完蜜月回来那一天就知道有问题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就度蜜月的期间都好好的，可是，在那个度蜜月的中间呢，你就会发现，就是我不在房子里面抽烟嘛，因为他不抽烟嘛。对。我抽烟早到外面去了，我回来他一直在打电话。哦。回来以后，我就是进到家门口，
开了门先让女生进去，他就开始脱鞋子，然后我在脱鞋子放东西嘛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哎，那你换一下衣服，你收一下厨房，我收一下客厅，等一下我们一起看那个录影带。哦，他是边进门就边脱，就直接丢一句话给我说我累了，然后就上楼了。这是我们度完蜜月回来第一天，那一天之后，他每天什么都嫌你。一天之内有这样大的变化呢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是他在那一天的时候，他们确定他们的关系，也许我不知道。啊，但你这婚姻撑六年，六年呢，非常久。因为说真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艺人了。那我前期当时是上班的，我只是觉得说，哦，你可能公司的事情太多，没处理完，太累，什么怎么样子？我总是会帮对方想。我相信第一年、第二年，最差第三年。你还撑了六年。老实说，我们的艺人，我也没有那么红嘛，我们工作时间没有那么长，那你就很多时间待在家里啊。那在家里，我就觉得没关系，你忙啊，我可以收拾啊，我可以弄啊，慢慢来。对，我也觉得 OK。那我会觉得说啊，你上班好累，因为他到后来已经是一个上班的人哦，每天凌晨三点四点才回来，第二天早上八点九点又出门上班了。你认为就是说婚姻中他已经出轨了？我其实当时并不知道，我是离了婚十几年以后我才知道，赫然发现。我是离了婚十几年以后，我有个250的同学，高中同学，他从高中的时候就是那种，他想去你家他就去了，他不给你打电话，他也不管你在不在，你在他就进来，不在有点白目，对，就很白目的同学。所以奸情是你的同学抓到。对，是啊，而且是我那个250的同学，他在偶然机会就说溜嘴说啊，我到你家你不在，然后你老婆出来开门，看到他们两个都穿得很单薄在客厅，衣衫不整这样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因为我觉得你是我同学，怎么没跟我讲？我就很生气，我说妈混蛋，怎么没跟我讲什么？我那个同学才说，不是，你爸妈其实也看过啊，我爸妈也看过，然后我就立刻打电话给我爸妈，我爸妈的确也有看过，没跟我讲。等于你当龟公这件事，全世界都知道，只有你不知情啊！可以这么说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在婚姻当中，我们台湾人的习惯，他不会告诉你，对他们都会觉得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不要把人家的婚姻弄破。对，那你们那一刻就离婚那个 moment， 嗯，是为什么？因为后来我觉得你都不让我碰，对不对？我其实自己单方面很自私的想，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小孩，可能会改变很多，因为我当时从来没有一刻，但没想到小孩出不来，没有，小孩后来小孩就是在我三催四请之下，后来弄了一个小孩出来，我说了，我们是艺人，工作时间很短，是我每天我只要下班去我妈那边把我儿子接回家，我前妻只要门一打开看到我儿子在，她第一个反应是，哦，你怎么又把他带回来了？孩子跟他像不像？孩子很像，他们都看到糟糕，超像，一看就一个就算了，还有两个超像啊，而且是帅哥版哦，小白脸版，他们都看过帅哥版的陈慧敏，对对了。可是其实婚姻里面很多人，廖老师应该也常碰到，为了解决婚姻问题去生一个孩子，结果问题更大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问题，因为其实你们的婚姻关系跟小孩生下来不会帮助婚姻更好，对，只会制造更多问题，因为你们已经够复杂了，又生一个小孩来，其实纠缠更多，所以你要解决问题的那个事情更多，症结更多。没有老师，其实我的婚姻，我真的觉得，因为有这个小孩让我清醒，就是让我看到说，你不爱我没有关系，你连自己儿子都不爱啊。然后搞了一年快两年，我觉得好，那没关系，那就这样吧，我们就离婚吧。哦，认清事实。对，而且我的经验，我发现啊，孩子，因为我那时候大概。结婚五年之后，其实我有想放弃，因为那个过程真的太累了，太痛苦了。可是那时候就有一个圈内的前辈，他就真的他给我建议哦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两个是因为没有小孩的关系啊？对，就说哎，你们生一个孩子啊，就是会改善啊，根本没。后来我跟你说，我更累，因为本来担子已经够重了，后来搞老半天。他不会有更有责任感啊？那会不会现在的选择偶的条件也不一样了？现在其实不再管爱不爱或是漂不漂亮，现在在一起的就是我第一眼看到你舒不舒服，舒不舒服，然后我们在一起不会太累，对，我们在一起不会太累，这样子就好。认识的朋友的离婚的老婆，你有可能跟他在一起吗？有啊，有很多人介绍啊，有很多人介绍，对啊，更何况你们今天都穿粉红色。你
冷静，你冷静。我们谈离婚不是谈结婚啊，乖。怎么回事啊？所以他这个离婚离的算也 OK。你们这样做资源回收也做得太迟。不要回，然后一次收两个，有没有？是的，哎呦，这廖老师他们的那个陈伟敏这样是 OK 的。我觉得他没有在婚姻现场发现那个妻子不忠，反而，所以那种痛苦呢不是那么尖锐。对，已经过了很多年之后，发现他已经成长了。来来，天天离婚了四年，对，快四年了，四年的时间了。当时其实你们两个都是爱的火爆的那一型，对，真的。然后在电视节目里面啊，两个人晒恩爱啊，对呀，我干嘛？对，跟他们结婚晒到离婚呢，晒到离婚，晒到烧烫伤，这个就变成是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压力更大。其实说真的，我们就是很来电，然后看到他就一发不可收拾。其实我真的很崇拜他，我真的好喜欢他。你崇拜他，喜欢他，然后他又长得帅，就他就是真的长得帅，而且他又他跟我觉得他刚好跟宪哥一样，都好好笑啊，真的有幽默感。真的吗？你知道女，我跟你讲，女生看到很幽默男生真的毫无招架之力。哎呦，然后他又很喜欢就是在很多人面前，然后非常会把那个场子给干热这样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真的他很会，对，他很会。一开始我也有想过说，哎，他这个男生会不会是就是只是说说，只是玩玩的而已。可是没想到就是真的要结婚。对，就真的就是一直往那个就是婚姻的路上走。那你都没有害怕或却步吗？觉得他这么容易就决定要结婚了，不会任何的担忧吗？你错了，我跟你讲，他没有很容易哦，因为其实我知道他，据说啦，他同学说他以前的女朋友是军队。大概跟宪哥差不多。你这是我女儿，你不要乱讲。你错了，我告诉你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宪哥只是军队的长官而已。他有排好，可能排好，对，排好，对。他这个问我最清楚了，没有到军队。请您分辨创伤症候群，古灵与惊醒梦中人。对爱情失望吗？我不会。你本来以为你自己没事，你觉得你很正常，然后可是其实你还是有一些创伤症候群，还有就是看到那种浓眉大眼的那种花眉男，就是怕那种好像有点太有桃花的男生哦，就还是会有点就是稍微就是不要跟他太眼睛不要跟他对太久。是一个很浪漫的人，是，就是你在跟他谈恋爱的时候，你根本眼睛没有办法看别人，就只有全昏了。对你那个就是对，就只有看到他一个，什么都没有看到。浪漫你个头啦，帅哥啊，帅哥讲那种话就浪漫了。如果我们讲这种话，你干嘛？有事吗？对不对？讲这种话就被告了。后来在婚姻里面多久？我们十年呢，我们那也是真的蛮久的，很久。哦，十年那蛮久，你还比这个六年。对啊，我们问题是你多久想分？但是其实我们在，因为我们就是先结婚了嘛，然后等于说结婚了之后才磨合。可是在这个磨合的过程里面，你其实有感觉到说，其实走不下去。其实你们两个个性真的太不合，因为你们太像，他处处就是有那个王子的风范。哦，他就是玫瑰花瓣，对，就是我。我说的就算，哦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对对对。那可是我以前也是，我说了也是。公主的风范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你可以帮我干嘛吗？可是我发现他有一个毛病，就是他都是用手指的，然后这样就是拖鞋，然后这个就是拿水来喝，所以那个其实他要喝水，他就自己摆一个 pose。对对对，然后他可能你都不理他，他可能一个眼神，你就知道他干什么，然后。最可怕的是，就是应该是说，他很可爱的地方是，他如果开抽屉，他不会关回去；他如果开灯，他不会关灯。就是等于就是你要在后面当小六子这样子，哦，就是你要帮他做什么，什么都要帮他想。你很好哎。我那时候，我觉得其实即便到现在听，都还觉得他觉得很烦，可是他还是很喜欢他。
睛是亮的。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他，然后又很崇拜他，我就觉得说我应该为你有点改变。我觉得结婚就是这样，我那时候奉献，所以就从公主变成宫女了嘛。对，宫女。对，其实因为你时间如果有点久了，好比说他可能跟你在外面的时候，如果说他在外面是把你当公主就算，他如果连在外面他也是就是有意无意的就会说，哎，倒茶啊，帮大家添饭呐，然后就常常会给我没面子的时候，我很害怕，我就会开始不平衡。决定要离婚的那一刻，当时有。其实我不是想要离婚的那一方，因为我觉得我跟他都有很努力。有没有导火线？导火线绝对有。我跟大家一样，我也跟就是跟维明哥一样，我们是最后才知道，我是看到报纸才发现。怎么样？就是他就是有跟就是跟一个小姐，然后到那个澳门被拍到这样。当然他有打电话跟我说，那个其实他的表妹这样。表妹？现在不是流行讲侄女吗？还讲表妹？所以现在大家也知道是不是表妹。而且那时候媒体很坏哦，他就形容说女版的萧敬腾。你说那个女的？是那个女生的，是女版萧敬腾这样子。哎，哦，对，这样子。所以最后那一刻还是就是你刚刚讲那个澳门事件。其实还是，而且我觉得我在那，你过不去。我在那之后都还有一点创伤症候群哦 ，PTSD， 就是我不太敢听到澳门呐，哦，或者是澳万大，连开门听到都会怕。对啊，还有什么表妹之类，就是说好比说你突然间说，哎，她是我表妹，我就会伸手。这个叫什么呀？这叫关键字哦，对，关键字症候群。有没有不敢听萧敬腾的？然后还有比较，还有。如果太晚归，嗯，好，然后还有说要打高尔夫，哦，这个都不能接受，因为很多男生呢，他为了要打高尔夫，他就说，好比说他去泰国，高尔夫有4个钟头，或者出国去打，就是他们那些球友，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带那种他们说的球桶啦，哦，他们说球桶不是都好像裹的很多，然后解球吗 ？Kelly 怎么会有问题？不是那种 Kelly， 不是那种，他是 Kelly 了，他已经变 Kelly 了，对 ，Kelly 真的吗？对呀。然后呢，那个出还可以出国哦。婷婷，你今天不来，我们都还不知道这些。对呀，我们原来都认为你是一个很强势的女生，以为你这样子，对，我完全不是啊。结果没想到你是小公主，我完全不是，我超小小女生，而且我很希望就是就是我可以一直每天黏在她旁边，然后这样你黏两个都穿这个情侣装啊，不要乱凑，对，慢黏，你们就两个人是交谈过后还算和平吗？平和吗？不是很好，可是他们很棒哦，他们后来去登记离婚的时候，媒体还去拍。就两个去盖章那一天，还办个 party， 所以我觉得做到这个不知道不容易，被什么不容易去讲，对对对，就告诉人家说我们在这里，就换人家来拍这样子。可是其实因为都已经走到这，我是觉得就是大家就是对，好聚好散，对我是觉得这样啦。但是那个事后其实就原来还是很纠结，有考虑孩子的问题吗？对啊，但是还好孩子很成熟，哎，他会觉得说，与其他每天看到爸爸妈妈都在吵架，然后就是妈妈可能心情也不好啊，然后会想很多啊，那他觉得如果这样你快乐的话，那也 OK 这样子。一定吵得很厉害，孩子一看说啊，你们两个干脆离了吧，不要在我面前吵架。真的耶，小孩子真的就会变得他就是一直都会很成熟，他可能从小看到这样的状况，他觉得说你们两个还是对啊。你会对爱情失望吗？我不会，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就是你本来以为你自己没事，你觉得你很正常，然后可是其实你还是有一些创伤症候群。这没有关系啊，你十年怕井绳没有错啊，十年以后就好了。女生有几个十年啊？多十年，对呀，所以这是我们男生比较占便宜的地方。还有就是看到那种浓眉大眼的那种花美男，有没有？对，像宪哥这样子的，不是，只是浓眉大眼男，对，有幽默感，没有，干嘛讲你爸？就是怕那种好像有点太有桃花的男生哦，就是还是会有点就是稍微。就是不要跟他太眼睛，不要跟他对太久。可是因为那就是你喜欢的型，对吗？
对，因为我自己知道啊，就自己喜欢那样了。那但是躲开，再也不要再让自己又变成就是弱者。对啊，你已经十年了，不要再输了。你都十年了，还那么肉欲吗？可是人真的很奇怪，你怎么选呢？你喜欢的都还是差不多是那样子的特征的人。对，而且其实心理学家也有说，你如果上一段恋情很难过的结束了，你下一段如果是跟上一段完全南辕北辙，那也是不健康的关系，因为你会以为，对，以为这样就没事，但其实问题还是存在。把握命内心最真诚的忏悔，森尼立刻被打预防针。其实我们都很 OK， 但是不 OK 的是我啊，前面这个都。我的另一半怎么样？我另一半怎么样？他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马国碧先生说，自己离婚都是因为我。离婚了以后，你觉得满意？当然不满意啊！我觉得真的就是被这个毒害到。那你会现在会想跟他重新来，重新开始吗？会不会想？想一定会想。我觉得如果我是女方，我听到他今天在节目里面这样讲，我心里面已经原谅他。但你要再回到那个关系，然后你不要因为我这样称赞国碧，然后你就跟他交往。我没有。太很短就离婚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哎，我等五年而已，哎，结婚三年，三年离婚三年，哇，然后相处三年，哎，对。可是通常人家不是说三年差不多结婚是很 OK 的状态吗？是很 OK 啊，其实我们都很 OK 啊，但是不 OK 的是我啊。前面这个都我另一半怎么样？我另一半怎么样？他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。第三位马国碧先生说，自己离婚都是因为我。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有很这个有庞大的这个赌债。那当时呢，当时前妻都完全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不知道有这么多。是，他知道我喜欢看棒球，然后好像也知道我有在赌博，小玩一下。对，他就觉得说，哎，不要玩那么大。我说我知道，但后面已经就是。比较失心疯了，越赌越大了。那有时候输球真的会想要把电视砸掉，弄搬回来。对，然后后来我们也因为有小 baby 嘛，就是有小孩之后我们结婚，然后结婚之后感觉好像，有赚钱，但是钱都没有，好像就是没留下来，没留存起来。对，就好像他看我也一直每天就好像一直在为了钱的事情在烦恼。是，对，所以他就觉得说你到底是怎么了？然后到了小孩出生。那时候赚的钱都还可以 cover 任何一切，但后来去拍戏，然后去拍戏之后，然后突然整个没有现金收入，没有办法这个付一些利息，然后就看到我就一直在借钱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你到底在外面欠多少？哇！可是我那时候会觉得说，如果我告诉了你，我有这么庞大的债务，死路一条，其实没有任何的帮助，挽回不了。哦，我会觉得告诉你，你可只是让你担心，反而只是增加他的困扰。对，我自己想办法就好了。那可是他就一直就想到就问，想到就问。那我会觉得说，是啊，其实夫妻间不要有秘密，你就告诉他了。对，我就告诉他，然后告诉他之后，他连夜逃走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不是那样子的人啦，不是钱的问题，其实很多钱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其实他真的是吓到，吓到，谁不吓？我觉得一般人都会吓到，是这么多天文数字，对。然后他会觉得说，他也没有当场翻脸，也没有生气什么，他只是吓到，然后很淡定的，然后吓傻了，真的吓傻，吓傻。然后经过几天的沉淀之后，他才提出说。哇，这样子怎么办？哦，这么冷静啊？对，他其实蛮冷静，也没有吵闹哭啊，都没有，都没有。他本来就是这样个性的女生，都是安安静静的、温温的这样子。提出来之后，我就一直在逃避这个问题，因为其实有更大的问题是要烦我了。你是想说以拖代变，而且我要面对这个问题够大了，是想说这个应该是没事，只是闹一闹就过，是，然后就拖了大概两三个月之后。他讲的也没错啦，我觉得如果我有一天我突然没有办法工作，我没有办法赚钱了，那这个债务怎么办？是不是换他来背？会连累到他？是不是换小？会把这个债给留给小孩？应该不会啦，这个不会。对，我后来才知道。对啊，我后来才知道。那一些我都很熟。什么？
宪哥帮你，你有经验几句，不，哎，行当里面都有他的规则的，是啦，是，对不对？是，那我们是哎赌输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实在完全没有，没有，大家好好交谈一下。没有，但是我没有欠主头钱，好好好，我就是因为没有欠主头钱，我才会。你应该欠主头钱的。什么？你不要计较了，不一样，什么意思啊？跟亲朋好友借钱呢？其实主头是最有人情味的，真的假的？因为他这个都是赢的嘛，所以你跟他好交谈。结果他是借了朋友的钱去还了主头，然后想要继续变成人债，人情债，人情债，对对，哦，是这样子，原来对，才会下次就知道了，没有下次了啦，没有下次了啦，现在已经学乖了。因为我会欠这么多，就是我都，比方说我去跟。跟朋友借钱，然后还给主头，补西墙，还了钱之后，我才可以再继续再凹回来嘛，所以才会越输越多，越输越多，外面滚来滚去，滚成雪球，没有办法给他未来，没有办法给他们照顾。他既然有这个想法，我们应该要放手。所以等于是在那个时候，你才在车上烤肉嘛？没有了，之没有了，那是结婚之前，结婚之前，结婚之前那也是庆祝要结婚的烤肉。你是不是在寻短？也没有，因为那怎么可能车上会有航楼呢？没有，那时候就是已经就是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。然后真的真的，而且我车上还有酒，我车上还一那个高粱酒是我拍戏的导演给我的。你喝酒然后又吃安眠药？不是，因为我说我是前一天喝很多酒，回到家之后跟他吵架，然后吵一吵之后呢，就他原本有讲说不想要结婚了，对。我们早上在吵架嘛，我晚上要到阳明山拍戏啊，然后我想说哦，我不行，我没有办法跟你现在再继续吵下去，隔两天就要结婚了。是是，我说我自己冷静一下，我之前就有吃安眠药的习惯，然后到了那个阳明山下的时候，我吃了安眠药，我之后发生什么事情，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啊。就有人说什么我在车上烧洗衣铁什么什么什么巴拉巴拉，我讲真的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说法。那个碳是放在后面烧喜帖，他们是说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后来有就是问，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写的记者，不是那个消防消那个打火兄弟消防局的，他们有做那个，他们说好像是那个什么喜帖，因为我还有一堆喜帖没有寄啊，那个拿还没送出去给人家，他们说我在车上烧喜帖，烧那个结婚照。哎呦天哪！哦，那个材质烧要烧比较久。对，那其实我可能就是在睡觉呢，但是旁边摆的就是喜帖嘛。哎呦，那是那个什么烤肉用具，都是酒都是放在后面。嗯，对，就我们离婚了。哇，那现在男婚女嫁各不相干，是这样吗？因为我们有小孩，还是会联络。所以你可以怎么样，但是他不行。不是啦，你很烦哎。会啊会啊会啊，我还是看小孩，还是会回去看小朋友啊。你有试着想要挽回？我觉得如果我是女方，我听到他今天在节目里面这样讲，我心里面已经原谅他了。真的吗？当然啦，因为他真心的忏悔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以女生的角度来说，可能原谅他，然后当朋友是 OK， 但你要再回到那个关系。当然你不要因为我这样称赞国币，然后你就跟他交往。我没有。长大的，怎么可能啊？所以小时候我都有跟他们讲，宝贝，爸爸跟你讲哦，叔叔不是人。有有有，记得好多次，好几个叔叔都不是，叔叔都不是，都在家里来来去去。有有，常常看到，不会啦。所以离婚了以后，你觉得满意？当然不满意啊！我觉得真的就是被这个赌害到，就是我觉得。我都会回想自己，有时候在回想，就说还没接触这个赌博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是如果我结婚之后，我现在家庭是不是很美满、很幸福、很快乐？那你会现在会想跟他重新来，重新开始，会不会想？想一定会想，对。但是他必须要先把自己全部一切弄好了，对事情完全解决，搞不好有回头的机会。是哦，两个共有的孩子啊，是啊是啊，为了小孩，那他的态度怎么样？他，我曾经有试过几次，就是可能会想要就是关心他，或者就是等等之类的，但是联络一下。对，我们现在话题就是会在小孩子身上。其实我蛮感谢他的，他会跟我分享小朋友的一些成长的过程，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在身边，没有参与很难。对，可是他会跟我分享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对啊，但是如果去聊到他的
知识，或者是我想要跟他分享我的，哎，最近有接了一个什么工作，很开心什么，他好像不关我的事了。好像有一点就是哦，就没那么在意，没那么在乎。那我自己也知道说 ，OK， 好，你的线在哪里，我的线在哪里，我就尽量不要再去超过。先彼此尊重，对对，要怎么样以后再说。对，我觉得我们最起码没有恶言相向。你的问题比较简单嘛，自己改变就可以。是，对啊，人都是这样，不是低潮就是高潮，不要重蹈覆辙就没事。都是这样子嘛，然后要往上走。对，没什么了不起，没什么了不起啊 ，OK 了。有什么疑问的话？问维明哥，他这21年来那可潇洒了。前辈有啊，原来好傻好天真，吴宗宪谈不下去。那时候他突然间来了一个 case， 他说是个，就是后来碰到诈骗集团，其实他碰到。结婚了吗？好像还没啊，交往而已。我永远记得那句话，那你跟我在一起，你可以帮我什么？我就真的就去开始去找钱，然后我就，而且我找了400万。哇。你嫁给一个无业游民，可以这样讲。哇，今天节目好精彩，最后一个是笨蛋，实力好坚强哎，大师级的人物。我们的好朋友吕文婉小姐，哎呀，这妹也是会离婚是你的原因还是？我觉得刚婷婷讲的那个感觉，我觉得我感同身受，因为我们看起来好像都很好像恰北北，好像有点女强人的样子，其实是弱的那一个。对，可是我的状况比较不一样哎，我是太年轻认识我前夫了，我那是23岁，就是呆傻笨啊，哎呀，所以不能太早。大学刚毕业没多久，对他大我10岁，哦，一切听他的，30岁，对，因为那时候很小嘛，因为你一张白纸，然后因为在家里，我的父母会崇拜他，从崇拜，然后到害怕，因为他就变成控制，就很崇拜，因为他讲的东西，你会觉得，也许事后你觉得阿伯萨，拜托哎，现在你当下对，可是当下，当时你说你好棒哦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呢？因为是我不懂的世界，大概交往5年的时间，我就觉得他怪怪的。就或多或少觉得怪怪的，比方他很会讲，那个 Cindy 要仔细听，我跟你说，真的过来人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他会很会讲，就是说啊，他做什么事业啊，然后又遇到了什么状况啊，然后呢，然后接了多大的生意什么，就好讲，满嘴跑马，纸上谈兵就对了，对对对。可是后来我发现我从来没看过，不是那么厉害，从来没看过，啊，乱吹啦。而且后来他没有工作吗？那时候完全没有。后来，哎，那他很会讲哎，对，完全没有，可以讲到你完全相信他。都有遇到那种两个人相处，哎，他一问职业，嘘嘘，不要讲，我是情报员。真的有，真的有啊！之前新闻就有出来啊，蒋伟文就是啊。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觉得蛮吃亏的地方，人家说你怎么可能看起来那么精？他怎么可能？而且他怎么可能跟你在一起就结婚之后都没有工作，没有赚过钱？嫁给了个无业游民，可以这样讲。离谱了哇！太离谱了！你哇塞，这样你敢嫁？可是他有才华，他有未来啊，有什么？可是他没有工作，没有美好的愿景，不是？他没有到啊。所以我就说，那我觉得你的前夫啊，好像练身体练得很好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觉得外形会对这样吗？对，女王们肉欲，你是肉欲被抓到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应该是说他就是把自己真的他是 muscle， 对对对对，然后再来一个重点是那时候被债务卡住。然后对，是我的对对对，因为后来事后我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对劲，因为他那傻到这样，那时候他突然间来了一个 case， 他说是一个就是后来骗到诈骗集团，其实是他碰到，然后就告诉他说其实有一个国际金融的投资啦，反正呢3个月50%就是50%的那个获利，反正100万变150万，对，我们再想想，你看 Cindy 多聪明，可我那时候就笨，那我也跟他讲不可能啊，信哥知道我那时候跑新闻真的很辛苦，对，然后呢一个字5毛这样，然后我就说那又怎样，我没办法，他说那请问你，我永远记得那句话，那你跟我在一起你可以帮我什么？他就问你跟我在一起你可以帮我什么？结婚了吗？还没啊，交往而已。然后结果他可以帮你什么？你怎么没问他？折兵太倒霉了。就后来我就真的就去开始去找钱，然后我就
而且我找了400万。哇！真的吗？哇！今天节目好精彩，最后一个是笨蛋，实力好坚强哎，大师级的人物，四百万哎，我讲的是真的。多久以前呢？就你干嘛？干嘛在我年纪？你干嘛那么在乎我们算你年纪啊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我还有机会啊。四百万哎，在当时很大，钱很大，大概快20年前了。你27、28岁，你脑袋在想什么？你脑袋在想什么？也没有工作，也什么？怎么会？文婉的个性其实他一定有很多好朋友哦，然后都朋友朋友就这样解决，所以就是没有。可是后来我就很痛苦啊，就大概刚不讲3个月吗？大概一个多月我就开始觉得不对劲，因为他其实真的做得很完善，就我到公司也去看呐，哇，都这样很蓬勃。我用记得在农安街那边，就他一个多月之后，我突然发现我联络不到那个人，我就开始很烦，就一看一去的时候来不及的。整个是空的，人去楼空。然后我那时候那么小，我真的好害怕，我想说我完蛋了这辈子。结果后来呢，就是我其中有一个朋友，他等不及，我那时候真的就是很心光灰的，就是要找那个人嘛。其实不会不处理，我的个性不会。可是呢，问题其中有一个债主他受不了了，他就约我在御书园。然后我去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一整层全部是黑衣人，我一个小女生，然后一整层黑衣人，然后就那些人就在那边这样子，时不时口袋翻一下翻一下，他就让你看到刀柄啊，威胁你什么东西，对对，就威胁一下。然后后来我就后来当然你把我杀了，我也没办法还嘛，我要有一条命嘛，所以后来我才跟他协商，就一个月这样还6万块，那个对我来讲也很多，大了，对呀，对。然后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没有钱呐，那必须要还债，那就去结婚啊。不是你解决事情的方法很奇怪，你这个他也没有，他没有处理那个债务啊，就是他们之间的义气。然后他说钱全没了，我已经倒了。但是你还愿意嫁给他这样啊？对，就没有啦，都没有啊。那我讲的是真的啊。两位老师，我很少看过这种重症的。而且文婉是不是？我觉得刚开始结婚的时候，他也有一点不忠的一些像迹象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后来啊，我老实说，这些东西已经压到我，我根本也不会，我根本没有时间管他。大家是好奇说，这样的男人，你已经弄到这样了，为什么还要嫁这个人？对对，不，他有什么好处？他对你也不好吧？他也没有钱，就我跟你讲，没有为什么。真的，我老实讲，你们发现？为了你们问我为什么？有为什么？你们我跟你讲，有为什么？我常常人家说，哎，我们好奇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。我之前我都会讲，我都会先讲一句话，你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我就告诉你，因为真的没有为什么。我告诉你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为什么。来来来，好，这就是真爱。感情跟理智本来就是对立的东西，你的爱情越浓，你的理智越弱。所以为什么爱会使人发疯，使人去做？你说明明这不应该做的事，他就是去做了，因为他这时候理智都已经消退了。因为爱情让人在身体里面会产生那个血清素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太纯洁。这个婚姻维持多久？大概十年有吧，十几年。我觉得支撑度日如年呐。我觉得支撑你的除了孩子，还有一种就是女人特有的期待。结婚大概3、4年之后，我就决定生女儿，因为前辈的一句忠告嘛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生完女儿之后，后来很妙的是，她有个时间点，她突然间她就对宗教非常的醉心，对。然后呢，她非常的沉醉在里面。所以呢，我生完女儿之后，我们就完全是等于是修道人一样，分房睡。对，我们就对没有任何没有身体上没有行光合作用，对，完全没有。对，那问题，你的债务还在这样？对，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就是用很投入去工作啊，然后用任何的方法来麻醉自己啦，也没有麻醉，忘了这些。他真的是为了还债吧？现实的压力已经让我忘记了那一块，就是说我要可能不用为我的家庭什么没办法。可是我就这样一直撑了十几年，那就这样过。对，他都没有觉得他自己不对或怎么样，或道歉或什么。我跟你讲，我常常像老师你们，我常会讲一个故，常会讲一些故事，说有些男人哦，他其实越自卑哦，他越自大。对。因为骄傲、自卑的自大，你知道吗？像有时候工作很累，比方现在我们工作这么晚，对不对？回去，其实你都不可以有一点疲倦，或者是说坐在那边，觉得哦，什么都不想想，不行。他
会觉得，他说你现在你觉得你赚钱很了不起吗？你在摆脸色给我看吗？那个不可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叫什么语言暴力。哦，对，语言暴力，这个最这个这也是霸凌的一种，所以你知道吗？所以后来我常会讲啊，人家说哇，那个肢体暴力，其实我跟相同朋友有同样遭遇的人都知道一件事，是精神比那个暴力远比体力那个那个肢体暴力更恐怖。一段时间我都跟他分开哦，我看到手机就响啊，我听到声音我会吓一跳，比方我们这样录影录很久，鬼来电一样，大概结束录影我会看到，哎，怎么这么多通未接？家里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嘛？后来打电话过去不是，他也不是要问你说，哎，你累了吗？你吃过没？不是，他问你说晚上我吃什么？意思说老爷我吃什么？对，就这样。哎呦，我管我的妈！我就你今天讲的，我心整个都痛了。后来是因为小孩，你知道后来他变态到什么程度？我不是刚刚讲说那个最后的原因是在于，就是有一次，因为我们都分房嘛，我们都楼上楼下分房，就两个世界。后来有一次是我听到我女儿在哭，一早，然后我就觉得说到底什么事情？后来原来是他就说我一上去，然后他就很生气，就说。这种小孩就是你教出来的，这么小就会说谎，因为我女儿那时候还没，才要念小一，然后呢，她我就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那么小，她说因为呢，她骗我说她有吃维他命，然后我女儿就哭嘛，就大哭说我没有骗你，我有吃啊，我真的吃了，然后她就说，我就说那孩子就说有吃了，你干嘛一直说她没吃嘞？你要相信她。她说好，我今天就揭开这个谜底，这个罐，这个维他命罐上面。我放了一个闹钟，那个闹钟放哪一个方向，朝哪一个方向，我刻意放的，所以这个钟连摆都没有，没有连动都没有动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他根本没有碰下面的罐子，所以他在说谎。那我就心想说 ，Oh my god， 你这个行为真的很像在抓小偷 FBI 嘛？然后没有，他是设一个陷阱。是，然后呢，这个已经让我觉得。哦，你好可怕！啊，就这样。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可恶。哦。他一讲完，我女儿哭得更伤心。哦。他说：“没有，我有吃。”他说：“上次我忘了把钟放好，你骂我。”上次他说：“上次我钟忘了摆回去，你骂我。”所以这次他摆。所以这么孩子压力大到是这一次他吃完之后，他特意在拿之前，他看准说他怎么放的，他好好的放回去。哇 ，OK， 我跟你讲，我太难受了，我当场孩子哭啊，我也哭。后来呢，你知道，你以为他会罢手，他没有，他就说：“你这个孩子，你居然到现在还在说谎。”他就这样一把就这样抓他，把他拎起来，他是整个小孩子就腾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要揍他，然后他没有揍过我，可是他揍孩子，那个是我最后的底线。可是后来。就这么多年，我第一次那一巴掌是我来打。你那四百多万呢？不如当时你就给国币，然后国币娶你，他又好好爱你。对，真的，讲的真好。恭喜两对，一次解决两个问题，解决两个问题嘛。离婚有时候是两个痛苦的人成就了两个 OK 的家庭，也有可能，是不是这样？实在是，哎呦，我今天才知道文婉这么傻哎，你说。那你那时候都没跟我讲，没有跟你讲，你是要理他，你是要想办法解决，帮我还债。好朋友啊，没办法多一点工作机会给我。好朋友就是一辈子的，是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没关系。谢谢哈。就婚姻走到了尽头，这是另外一个世界了。是。我们也预祝他们呢，将来可以找上。你们两位怎么突然间想到自己的事？突然有心理压力很大。觉得太难过了。我特别要讲，一个爱情里面愉悦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分。对，这个爱情如果他爱你，不会一直虐待你，让你难受，让你流泪，让你吃苦。对呀，不会到时候你看你那个爱情里面完全没有愉悦的感觉，想哭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现在是不是会觉得对不起以前的自己？对。
我也对不起孩子。我现在好多了，我以前每次讲我就每次会掉眼泪，对，现在好多了。哎呦，真是的，真的要记得啦。大家都走过来了。婚姻其实是一个两个人誓约要爱彼此，不是一个契约啦。你讲的好像你很懂。我还没讲，我是现场唯一还有机会的人。好吧，但是我想要，他们也都有机会，好不好？可是我想说的是，连我年纪这么小都可以学习了解这些事情，不管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，或是我们现场来宾，也都可以在爱情跟婚姻上面学很多很多。要爱对方，也要爱你。你等的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，那我听听看嘛，对不对？是爱婚姻。是一个誓约，不是一个什么叫做解决？就从讲出来那一刻，好好沟通答案，没错，没错。再次祝福他们，祝福你们幸福，谢谢，谢谢。